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还有荧幕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玉婷。哇！觉得还蛮高兴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，因为毕竟平常都会去观察，比如说一些男性穿搭，或是看一些时尚杂志。那今天就是我有荣幸可以参与这样的走红毯的活动，我觉得非常刺激。其实我们以前就还蛮熟的，那到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参与这样的活动，各式各样的活动，其实我觉得蛮开心的，就是我们可以共同去创了一个新的组合。对，虽然说我们也可以叫一样配，但其实我们比较喜欢洋芋片。其实特别的表白应该是还好，但是比较多都是要问我去哪里抽号码牌。射手座就是浪漫嘛，那就是还是以感觉为主，就是要相处过后才会知道说哦，我们到底是不是。对，其实我试一下，也像我现在身上这套，其实真的是低调修剪，所以我是认真的。常常有人当碰过去，没人发现我是谁。对，我觉得是很感谢，就是到每一个现场都有很多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吧。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支持，也感谢他们这么喜欢运动，因为其实这些支持的力量对我们运动员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。